那个花瓶子卖出去了，那个占地第十一没用的。今天一个朋友过来拉几斤。哎，这会儿这可以可以来惦记，我也懒得垃圾出去丢垃圾。哎，那隔隔间要稍微好一点，但是烂肯定，嗯，多少都烂两个。这除非在那开慢点都不成的，走高速路，哎，走高速路可不成的。高速路，这这会儿不行。那不是车子又在拐起来，好了，哪一组？后面都乱下去了。你说干脆的，你下去了，我的天天是怕的。你咋怕了？哎，这个桥在不头噻。我跟你说，你开进过来，我就爬不起来了。啊？打的我就爬不起来了。啥子你怕老虎？喂，你说想你退到这边来呀？不用。下去之后呢，我这这会子下去就爬不起来了，咋弄这儿？我颠了，也爬不起来。我让人嘛，黑点嘛，冲不上来。老子这皮泥巴打滑的很，根本不得行，冲不上来。你打不进地啊，换你了。是啊。
拉得去，这人工抽不得行。哎，人家搬晕了。不，今天没吃饭噻？饭，这专家喝的饭才走噻。这十二点了。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快开始牵扯的。馒头。